是买了一个笛子买带回去。我最喜欢那个茉莉花的，非常的好听，就是有好多茉莉花在开，我非常的希望长大能学会一个乐器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喜羊羊，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之前念中学的时候比较常就是练习的一首歌，每逢就是新年的时候我们老师都会让我们拿出来演练，希望以后能不仅仅作为一名观众，而是作为一个表演者，让大家知道闽乐的就是魅力。